攀附，不将就，绝不委屈自己。他是王居安，开福利彩票都未必开中的一个。我不想浪费时间在小概率事件上。啊！王总，你有没有喜欢的人啊？有。王居安这种段位的男人，他是你通往上层世界的入场券，趁着一券在手，捞够就走了吧。放开我男人！我只是没有信心去经营好一个家庭，我怕我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如果我恋爱的目的是结婚，而你不是，那我们两个人怎么可能一条道走到黑呢？还是你觉得咱们根本就走不到那？说什么只要我站在原地就会主动来找我，现在还算数吗？